遣清单的行为主要有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者支持港独的主张，寻求外国政府或者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作出损害或者有倾向损害基本法里面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秩序，侮辱或者贬损国歌等国家主权象征标志等等。